上个月，中方发表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。我想强调，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，中方一贯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，秉持客观公正立场，积极劝和促谈，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决定自身立场，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，站在对话一边，站在历史正确一边。